做伙献祭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伫《哥林多前书》三章5-15节。《哥林多前书》三章5-15节。亚波罗是啥物？波罗是啥物？是恁所对伊来信的测验。照主所赐予各人的人，我再见亚波罗阿主，得到上帝予伊大赞。安心再见的阿主的，拢未生效，只有予伊大赞的上帝。再见的阿主的是一样，若是各人照家己的标话，得得到家己的感情。因为咱是上帝当着我的，恁是上帝所做的门，上帝所起的厝，照上帝所想属我的阮，我亲像智慧的山骨头，有下对比别人起伫迄顶面，总是达人着点先怎样起伊，因为所下的对比。以外，无人会下别个对比，对比就是比。耶稣基督总是人用金、银、宝石、茶、草、稻好，起伫即个地皮顶。大人的工，特别很劳劳恨，是特别得很容易，因为得对体来很很。不许要试验别人的工是啥物款，人所起做的工，要拿了留伫，就伊要得到感情；人的工拿下落烧落去，就伊要得到损失，独独放心要得到去。不过是亲像对火中发出，以上，来。